各位观众朋友，真欢喜你半时间来收看即个节目。伫台湾的医疗史的中间，我巴甲咱提起真有意思的一个记录，安尼著是伫讲到乌卡病。台湾的医疗史内底伫讲到麻风病，这拢非常有意义。六零年、七零年、八零年即段时间，二十多年久的时间。 台湾就着小儿麻痹个囡仔，若经过病童急救病院毕加索医师即、這个创意个院长，伊在讲保守个估计超过百万个囡仔，咱台湾个医疗个过程，真正有真侪人是献出因个性命，伫照顾咱台湾即个土地。啊，咱会当读着遮。 了解咱的历史的过程，特别伫医疗史的过程，迄种感恩的心给天，愿意来承受，即种留落来水的脚家的意念就会若强。但是我感觉真可惜，非常非常可惜，咱今仔日的医学教育内底拄拄欠即个物件哦。 这是非常非常无彩的一件代志啦，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浅见哦。若是讲伫医学教育内底会当将这提出来的教学生，我相信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今仔日要特别介绍咱熟悉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高爱德宣教师。 郭爱德宣教授是通讲是，互称呼做台湾即个福建物理福建工作，有人伊称呼做台湾物理福建之母，吼，安、哦、尼意思就是讲，伊是真正为着台湾做即个物理治疗的一个先锋家，啊，毋但是先锋家伊阁写教科书，哦，即、這个。 即个才是咱能感动的所在。咱通知道，一九五七年五六年到八九八零年这段时间，小儿麻痹的流行，互即个毕加索遗书安尼，一直无法度通通谅解哦。即、这个、咱的台湾诶政府对这个是遐年代无在意。 后来，咱通在伊的努力的下面，通过伊伫冰东啊接触着高雄第七舰队的即军官、医生、军医伫冰东空军基地接触着美国即、這个、即军官、军医啊，伫因的抗战的下面，即个介绍转去到伫美国，美国有一个叫做叫亨德会。 一九六零年，因就买一片土地，送予即个毕加索医师。毕加索医师就伫即个土地顶面，伫冰冻，几多到边？即、這个土地顶面，伫下来说，台湾头一个什物叫做儿童疗养院？时间是一九六三年。 所以，一九六三年，毕加索医师已经伫病堂基督教病院设立对即个美国行基督教行道会得着诶土地来设一个叫做麻痹儿童之家，啊，这是附设伫病堂基督教病院内面。即、这个儿童麻痹之家上主要是啥物提供免费诶医疗。 来帮咱对台湾各所在上来，即会钓小儿麻痹个囡仔。安尼咱咪当通讲，后来即个廖永仪伫一九六三年改名叫做虾物，叫做麻痹儿童之家，就是今仔日民党叫做胜利之家的前身。 嘛，通讲是全台湾头一间专门伫收留遮的掉小儿麻痹，啊，佮有医疗合作的一个机构。毋但呢，毕加索医师佮去聘请几内美国的骨科的专家，啊，甲物理治疗师啊来帮诊，啊，互只个囡仔，互只个囡仔无因为伤口发生。 变换未行，提高失乐读册的机会。啊，这拢是对贫童基督教病音必加书耶稣所做出来热烈的成就。啊，这个歌爱着宣教书，就是我特别爱的这个所在，介绍给咱大家知。伊是美国呵呵出世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十。 伊出世伫美国密西根诶一个小小庄脚诶所在，啊，伊爷家庭是德国人诶后代诶家庭，啊，阁是真敬虔诶基督徒家庭。伊所属诶教会是一个咱伫讲单诶叫做地方教会。所谓地方教会，就是甲正统正统诶即个规模大诶教会较无共款。 啊，第二教会有一个特色诶所在，著、就是伫信仰上诶要求是非常严真。阮凯讲讲啊，做较保守，却是真敬虔诶态度哦。这是地方教会一个特色，信仰诶人物保守，但是态度是敬虔哦。啊，即、这个哥爱德宣教书，伊。 大学嘅时，就是读物理治疗，啊，伊读物理治疗了，伊佫再去读一个硕士嘅学位，啊，即、这个硕士嘅学位是基督教会所设嘅一间叫做基督徒训练训练学校，啊，伊伫遐摕到一个硕士嘅学位的、就是。 会当讲伊诚做一个受训练安怎诚做一个领导者，啊，带较侪人来学习人脉、耶稣基督。啊，伊因为有即个训练，啊，佫对真敬虔的基督徒家庭甲教会长大，啊，伊就一直记条条。伊受训练有一日，就是要帮助去训练别人。 伊已经伫伊年落去诶大学诶妇产病院伫遐做一个虾物，做一个物理治疗师。但是伫一九七三年，伊得到好调，讲台湾伫冰东诶所在有一间基督教病院，啊，有设立一个儿童麻痹之家。 真需要有物理治疗的医师，伫遐来甲伊帮诊。伊一个听到无第二句话，就将伊伫伊林诺伊大学的呼吸病院的物理治疗师已经做四年嘅工课辞掉。迄台务是非常好，伊辞掉啊，就来到伫屏东的所在。伊伫一九七三年来到屏东。 即个小姨妈被专门的病病房啊，底下开始投入伫即个物理治疗的工作。迄个时阵，台湾敢若有,有几个物理治疗师，几个那定啊，拢伫台大病院。台大病院甚至伫一九五八年开始著有设什物设立一个物理治疗室。 啊，有请几人的美国人啊做志工哦，做志工就讲咱无啊，拜托伊来甲咱帮阵，帮阵倒伊待待病院嘅物理治疗室啊，伫啊块做啊，成日在训练一寡人，较毋是正式嘅科学伫训练。到一九七零年之前，咱是无嘅。啊毋但呢，迄阵因为是。 越南战争的英国、美国的第七舰队来得协助防卫台湾，啊，个美军空军嘛拢来。啊，在迄个时阵，只个兵官来的中间有真侪人家属本身，兵仔的家属本身就是这种物理治疗师，因嘛欢喜来参与。 奉献因的专业台台的，也伫大台病院的所在，也来得协助，才会对小儿麻痹的囝仔，要安怎做适当的物理治疗，帮助因。啊，通讲即群人，咱若伫医疗史有解写，就会帮助咱即代医学院的学生學，嘛会晓去学习。 所以其实毋是无典范通学习，是咱无去重视即个典范的功课，啊，这真无彩。我有在讲，即、这个哥爱的律师，哥爱的宣教师，伊是来对迄个真组织真细的地方教会，但是是真健全的一个教会组织。伊听到讲，平等有一个小二麻痹。 疗养院还是讲麻痹儿童之家，需要物理治疗的人，伊两无讲第二句话，头路失掉，就家己一个人来到伫台湾的所在，男性广告家来休困一下，才去继续。 我头先有得甲人讲，高爱德老师来时阵，迄阵台湾是上欠亏、啊、一个物理治疗师。啊，伊过一日来，伊是一个专业人才。啊一個，一日来就去到伫屏东基督教病院附设诶麻痹儿童之家。迄对屏东基督教病院来讲，是一个真大诶代志。确实对高爱德老师来讲，是一个真大诶动荡，因为虾物。 逐项拢无干那伊一个人，啊！囡仔是遐年得济，所以头一个想到的是什物？我需要训练，我需要来训练一阵年轻的人，互因会当成做我的帮站者。啊，佫唔单呢，毋是敢若帮站，我减轻工作诶负担，佫会当帮站佫较济囡仔得着。 福气，这是你要看基督教的信仰定的价值，毋是单单咱家己个会去想着别人，啊，佫毋但是我家己有才能，啊，来得趁钱，是要用我得到上帝赏赐的才能，安怎来帮助真正需要的人？亲爱的如士，传教师教会、教会牌伊一个来。 伊头一个工课，我有在讲，敢若伊一个人，啊囡仔是遐尔在济。伊头一个想到就讲，我要安怎训练较济助手，啊然后因会当家己来担当即个工课。所以高爱德老师，伊就安尼做，伊就甲病院即个毕加索医师院长来讨论，伊讲哪干我家己一个做。 效果正有限，但是台湾无即种个大学个科学在训练即种个专业个人，安尼有甚物可能性无？因个病院几个人做伙讨论了，做一个决定，咱来招一挂高中毕业个学生。因虽然对医药个常识完全空白，无不要紧，来加以训练。 格爱的律师，格爱的宣教师，伊真清楚，伊有法度将伊的经验啊来甲伊一项一项来教只个青年训练。伊相信呐，经过一年，经过两年，只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完全无无医疗概念的学生至少。 伊知影要安怎帮助这些辛苦受伤的囡仔，真做第一线物理治疗的工作者。当然，这是一项真吃力的工课。咱在讲讲做吃力不讨好，原因在什物？因为你得去编教材，暗、啊、打呢，你得有计划，头一步要训练什物。 第二步要训练什物？啊，第三步要训练什物？啊，呾呢，伊就开始真有计划，啊，从遮个高中个囡仔家招来，啊，伊家己做临床个工作，安、啊、尼一,一个一个一直教。咱定听一句话：，无论你偌高食老，你的在，但无论你什物拢袂晓，少年就是本钱。 哦，你要看这真有意思。少年著是本质。汝要看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年，拄拄打做兵倒来，或者是查某囡仔毋免做兵的，高中毕业，身躯勇勇，你做你来，搁爱得宣教书就开始累尴尬。啊，伊本身做喜欢。 啊，就有学生囝仔伫边仔画图，啊甚至画草稿，啊甚至听伊讲的讲义写落来，啊，伊就安尼开始教。这高中毕业的学生的一个特色，伫屏东迄个所在，即去报名参加的学生有二十，有十个人，即十个伊选哦，选十个。 啊，即十个人非常非常诶认真，所以用两年诶时间来训练这学生。两年训练十个哦，这无容易啦！吼、哦，真正该一个人啊，训练十个人，伊著安尼讲，因为即十个人啊，就减轻伊真济工作，但是对即、这个。 麻痹儿童之家的囡仔是非常非常大诶帮助。两年了后，伊伫屏东即个儿童麻痹之家就去用称呼做虾物物理治疗诶祖师娘，吼，即这,这名也真称真趣味。伊诶学生直谈讲，伊是阮诶祖师，阮诶先生哦。 咱来看，伊著是用即个精神、用心个努力奉献伊所有诶学习才识。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足足两年诶时间，伊就去倒转去美国。伊倒去美国了，去伫西北大学，美国诶西北大学诶医学院诶附属病院担任一个临床讲师。你会当？ 咱会当看出讲，伊是一个有实力嘅人。一九七五年，伊真做养院呼吸病院物理治疗临床嘅讲师，啊唔单呢，伊佫伫伊尼诺伊大学嘅呼吸病院，甲美国真出名芝加哥嘅福建中心担任物理治疗部嘅副主任，遮系包含恁的讲一项。 伊是一个真杰出的物理治疗者，啊，毋但是安尼，伊得继续，伊转去美国伫遐继续工作。啊，因为伊训练出来这十个学生做了非常好，啊，咱在学生若伫感染，先生特别对一个真欢喜奉奉献伊所有诶学习材物诶先生诶事，学生会真感染，啊，学生会感染。 伫过去诶时代，囡仔拢会 l i 啊写 email，迄个时阵拢是批，啊用手写，一字一字写。那看高爱德老师，伊伫冰冻两年诶中间，伊诶话语已经学甲有法度通看，有法度通读，所以只学生写批互伊，伊就写批回到转来。 因为即个因果，乎伊个头壳内、伊个心内，无因为离开台湾，转去美国，无用来工作个中间，就袂记得屏东基督教平。看加加那看早期屏东基督教病，对毕加索、到弟即个哥爱德鲁斯，因迄种个用心定刻雕伫人个心内，所以虽然转去美国。 但是平塘基督教病院即个工作者不是甲伊联络，啊，甲因讲，阮伫遮所做的情形是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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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安尼换一句话讲，伊虽然当去，一直到当时到伫一九八四年，七五年到八四年，即、這个中间已经经过九年久。伊对平塘基督教病院即、這个麻痹儿童之家的发展。 非常清楚，因为虾米，即个十个学生拢会写批，甲伊讲因得做诶精神。后来到伫一九八四年，伊就一直记得，迄那阵是一个真要紧的呼声，对平东来，得叫伊搁倒当来。所以一九八四年，伊就将美国遐诶工课。 原来是暂停。伊讲伊要来台湾访问，啊就倒当来看。倒当来看的时，伊就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伊无要搁再回去。美国迄边包括一加哥迄个呼吸病院的物理治疗所，写批来，甲伊讲，你得赶紧搁倒当来。西北大学的呼吸病院。 嘛写批来，讲请伊赶紧搁倒转来，伊就回批讲，我已经决定无爱搁倒转去，我要留伫台湾屏东来帮咱遮的囡仔。<laughs> 一九八四年，伊倒转来时阵，屏东基督老兵独独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即、這个重要决定第啥物？要将 麻痹儿童之家，伊迁出去，迁出去，著是要正做一个真重要机构。即、這个机构著是会当配合什物？配合特殊教育甲福建治疗，特殊教育甲福建治疗，伊结连做伙。啊，即、這个就是咱今仔日在讲的胜利之家。哦，胜利之家。 我过讲原来是讲麻痹儿童之家，后来就达分出去诚侪胜利之家，规模搁较大，收留搁较侪囡仔入来啊，然后就开始投入伫医疗教育的工作，毋但是训练较侪物理治疗工作者，麦当照顾搁较侪个囡仔。 啊，这个著是胜利之家成立的一个背景哦，嘛通讲是全台湾头一间的所在，有配合着即个医疗知识、甲训练，的囡仔完全结连做伙的所在。各位观众朋友，咱会当安尼了解哦，到底一九八零年。 小儿麻痹诶，防治即种诶疫苗，已经对囡仔开始在做诶时阵。一九八零年，即个大量诶疫苗一个入来，小儿麻痹就控制落来，控制落来，毋是讲无，得减少真侪。安尼，平等胜利之家，还是讲在麻痹儿童中心就。 开始转移一个政策，即、這个政策就是要收留什物？开始收留即个脑性麻痹的囝仔，入来伫即个中间，因为脑性麻痹的囝仔常常是身躯会各样，有时阵比小儿麻痹的囝仔是佫较严重。 啊，即咱若去有机会去看，即个专门伫收留老性麻痹囡仔的所在，就会清楚。我先介绍到即个所在，明仔载咱会当来继续，平安。